这位是银川玄水教的。我是新晋的冒险家，为调查银川空间波动而来。施礼，请让我来为你们治疗。啊，很神奇的术法，和玲珑门派的治愈术感觉不太一样。我玄水教追随黑帝女神，玲珑与灵兽亲近，两者修行之源不同，自然有所区别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明明大家一直在寻找回家的办法。我的力量残留，你也想回家对吗？七星如今是要化，可你付出的代价是无数活生生的生命。实验原本就要